吃糖。吃啥了？黄瓜才吃。我咱家黄瓜下的好红透。看你吃饭都守着你，你也不寂寞了吧？这回吧。嗯，寂寞了。黑虎过来了，帮你鹅来了，过来黑虎，我让黑虎帮你。我害怕了，狼咬我了，咬我了。黑虎过来了，虎子来，太怂了。那个发财呀，发财来帮我撵鹅，发财大宝子来，谁来都行啊。来，图图，一个比一个怂啊，看着镇长都懵了。哼，这块都是花，你看看都整没了。他帮你撵嘛，啊，回家呀，撵回家。这边那小绿都是花，他有谁呢？他有黑虎呢。挺安静哈，姥姥。屋子里面烧着炉子，然后做着饭。姥姥，你看，刚才我姥姥嘎巴一句嘴，说了一句国话。发财给屋子里面啊，五月都出来陪姥姥了啊。哎呀呀，你为什么使劲靠我呀？啊，不管他。五月，哎呀，看看五月，哎呀呀呀呀，啊，开心了哈，啊，那虎子跟他玩呢，脖子都已经好了，啊，憨憨，啊，哪个呀？那个狗在医院呢。哎呦我大哥呀，摸鱼去了，你咋出去的呢？你告诉我们，小狗都出不去，你怎么出去的啊？